天你来试试。我嗯，把握好方向就不怕偏航了。88年来，一艘船，一群人，向着一片海，从这里起航。今天是另一群人接过历史的航标，沿着梦想的航迹续航再启程。是初心让这艘巨轮朝着坚定的航向行驶，遵循规则又敢于打破规则，深耕海上粮仓，助力乡村振兴，用创新实现超越，奏响海洋牧歌的嘹亮号角，贡献海大智慧。我们将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、重要指示精神，强化向海图强的使命担当，培养更多理论基础扎实、实践能力强的应用型创新人才，为广东全面建设海洋强省做出海大贡献。这一路，云海、花海、雪海、山海，在有海的地方寻找自己的航向，但总少不了迷茫、受挫、犹豫、失败，是良师历程灯塔，照亮长空，标指航向。哪怕只有一抹微光，已足以照亮这方天地。是信念化作星光，让人生有了新的航向，内心更笃定、更务实，探责索引，躬耕实践，来日终将满载归航。进入新时代，学校吹响高质量发展的号角，贯彻落实海洋强国乡村振兴战略，以更加先进的理念培育社会英才。这一刻，巨轮已蓄势待发，烟波浩瀚里是朝阳，是希望，是神秘，是憧憬，更是未来的全部。踏上征途，掌舵属于你的航向，一起奔赴星辰大海。